其實最主要都係呢段時間都係真係係真係 WhatsApp 或者個 group 度，學生有嘢問啦，咁我哋就答完嘢，咁啊之後都問下佢近況嗰啲嘢。中史為例，一級兩個老師咁啊教四班咁樣，咁可能我哋要重複上同一個 topic。咁依家我哋發言裏邊，咁一次過掉上網，跟住所有學生一齊睇同一段片，咁變成咗係慳功夫咗好多嘅。拍自己講嘅嘢，你未必係可以直接問啊，或者更加多之後嘅嘢可以問。個問題就係、是、教育就唔係為咗慳功夫嘛，教育係為咗啲學生真係學到你想教嘅嘢。本身係今日係快復到地嘅，之後本身有啲書院嗰啲畢業相嗰啲啦，跟住之後就係、是。即係嗰幾間書院咁樣嘅，咁但係跟住之後咧，而家就係呢個肺炎嘅問題，跟住之後就唉，跟住就冇得去呢個葡萄地。Brian 係中大通識教育五年級嘅學生，呢日係佢自停課日以嚟第一次翻到中文大學。相比以往嘅上課日 ，Brian 話呢次疫情令校園變得格外冷清。我記得最多人嗰次就一定係我哋上次辦課啦，跟住同埋跟住之後我哋嘅藝區啦，咁藝區嗰時就係即係兩邊都擺曬好多攤檔，咁但係而家就咩變咗？其實側邊咧啲人都係上堂嘅，咁但係跟住就係啦，咁而家停咗課啦，咁所以變咗今日行呢度嘅時候係你 feel 到係好蕭條咯，同埋係即係係咯，你好長期影住後邊，可能一個人都冇咁樣咯，咁所以嗰個情況、那個落差都差幾遠。因為疫情嘅關係。Brian 坦言，雖然少了跟朋友聚餐，但認為減少社交接觸都是必要的。本身我幾中意同啲 friend 即係周圍去啊嗰啲咁樣啦，咁但係又奈何咧？今次肺炎之後咧，就出街食飯少咗啦。咁然後就係、是、其實係成個氛圍咧，係令到你唔係好想出去，因為你一出到去嘅時候，你本身係即係香港係好多好多人啦，但係你發覺呢排係好少人嘅，即係可能去。銅鑼灣啊嗰啲咧，或者我住喺九龍嗰邊啊，但係發覺係商場嗰啲係完全冇人嘅咯。咁同埋就係嗰啲鋪頭係好早就已經收曬，咁所以會有少少唔方便，但係同一時間又覺得都要嘅，係咯，因為都係要減少出街，同埋就係、是反而而家嗌多咗外賣咯，會係咯，真係嗌多咗外賣，同埋會自己拎走，真係唔喺餐廳入邊食咯。咁但係我覺得呢啲都唔係一啲生活，即係生活上面啲嘅改變啫。其實又未至於係啲好麻煩嘅嘢咯，所以都覺得 OK。覺得 e-learning 即係轉咗用 Zoom 咁樣上堂啦，有咩好有咩唔好？其實 Zoom 咧，我覺得我會覺得係一個幾偉大嘅發明嚟嘅，即係我唔知點解，可能我哋早嗰幾年成日都講緊 e-learning 啦，但係我哋又好似同學之間咧冇乜人聽過有 Zoom 呢一樣嘢啦，好似直至到啊話停課啦，跟住之後講 Zoom 咧，好似突然間香港就好 popular 啦，即係講 Zoom 呢一樣嘢，之後間間無論係大學又好啦，即係中小都用啦，咁然後 Zoom 嘅好處就係、是先講好處嘅話就係、是平時我哋香港人咧上堂咧就唔係好講嘢，即係啲 professor 答問題咧變咗自問自答咁樣啦。但係咧有 Zoom 之後咧，我發覺係啲人係多咗問嘢嘅，反而係即係會喺個 chat box 度特登 PM 嗰個 professor 啦，咁就問嘢。咁、那個 professor 就話啊，有個同學咁樣問，咁大家點樣睇？跟住之後，有啲人就會可能又會 raise 下 hand 啊，即係啲 emotion 啊，跟住之後又會打下啲 comment 啊、feedback 嗰啲咁樣啦。咁所以就，但係同埋同一時間又唔使開 cam 咧，就變咗即係呢啲啦。即係可能我哋都唔使開 cam 嘅時候咧，就問問題嗰啲好似舒服咗嘅，係啦。咁但係個唔好處個位咧就係、是、始終 group discussion 啦，或者有陣時有啲嘢一齊傾啊，想 mark 低寫低嘅話咧，咁呢個係好唔方便嘅，係啦。咁同埋始終有陣時 professor 見到我哋或者有啲 assignment 要我哋交啊嗰啲咧，其實都係面對面講咧，會個感覺真實好多。所以我都覺得。Zoom 點都不能夠取替到我哋日常嗰個課堂咯，我覺得係。我本身都 education 啦，咁然後理應咧應該呢幾個月係要開始揾工嘅。咁但係奈何個位就係而家中小學都話最快嘅日子都係話要4月20號先去復課啦。咁所以就變咗好多，即係可能面試啊，或者學校可能又要處理一下其他嘅嘢啦，即係啲老師都未必咁得閒。去處理到即係招聘啊嗰啲嘢嘅時候咧，都會有啲擔心，到底啊點樣做面試咧，或者係咪啲即係換揾工嘅時候，可能嗰個成個 period 可能會押後咗，可能去到五月啊咁樣先開始咯。咁所以就因為本身都準備緊啲 CV 啊，準備嗰啲嘢，咁開始揾工。咁但係奈何就有呢個嘅肺炎，咁
咁所以變咗成件事又會再騰後，咁亦都會打亂咗可能我之後嗰啲 grad trip 啦，即係都想同我就即係同我啲 friend 去下 grad trip 嘅，咁所以就都有啲阻滯嘅，我覺得。在中學任教中文和中史的馬 Sir， 面對著一場突如其來的疫症，他平日的教學模式都有所轉變。因為現在停課階段，就不用上班，不用上班就在家做事。家裡做事主要都是平時學生有問題的話，可能他小息 lunch 或者放學的時候會找你，或者上課的時候上課會直接解答他們。依家就變成咗學生需要用 Instagram 啊，或者用 WhatsApp 咁樣嚟聯絡我咯。通常我哋依家主要同學生都用文字溝通嘅，就唔會見到面啦，係啦，亦都唔會聽到聲。咁呢個學生咧，都唔止啊！呢個學生好多學生咧，就發覺咧佢哋係唔識用 Google Drive 嘅。咁於是乎咧就會喺 Instagram 度揾我啦，跟住就話我搞唔掂啊 ，send 唔到啲相去 Google Drive 啊，亦都連喺電話入邊嘅相點樣轉過去電腦咧，佢哋都唔識嘅。咁於是乎咧，就同我講下，直接 send 張相俾我。咁就於是乎咧，啲功課咧就透過咁樣嘅方式，用啲圖檔咁樣全部 send 曬俾我。呢啲係佢作業嚟嘅，係啦。咁你話好嘅地方就係佢哋可以24小時揾到我啦。因為如果唔係嘅話，佢平時喺屋企唔識嘅話，都唔會揾我嘅。但依家就變成咗佢哋可以24小時揾我，但係同時間亦都變成咗我嘅困擾，就係24小時都可以俾人揾到。係啦，亦都要24小時 on call 咁樣去幫佢哋咯，因為都試過可能11點幾咁樣個學生突然間問我中史嘅嘢，突然間佢遇到唔明嘅嘢，咁我都要即時解答佢嘅，係啦，咁就呢個有好有唔好啦。即係香港學生都係比較被動啲啊。非常被動，非常被動。咁你覺得佢哋啱唔啱 e-learning 嘅？即係中學生嚟睇咯。我自己覺得 e-learning。有兩嚿嘢嚟嘅，一個係喺屋企 e-learning， 定還是學生適唔適合用 e-learning？ 學生香港學生適合用 e-learning 嘅，因為佢哋接觸電子嘅時間機會都多嘅，佢哋經驗都豐富嘅。但係你話喺屋企接受 e-learning， 即係好似大學生咁用 Zoom 啊之類嗰啲咧，我就覺得一般啦。因為好多時候我哋學習咧都好講自律嘅，咁啲學生喺學校之所以學到咧，係因為佢哋坐咗同一個課室，俾老師及住咁樣，佢哋冇得走先坐低學嘢嘅啫。但係你話喺屋企要佢哋自己撳條 link 上 YouTube 咧，佢哋都好抗拒嘅。咁亦都收到唔少家長嘅回覆咧，其實都係話啲學生唔知點解啊，啲學生係喺屋企係冇上過堂嘅喎。但係其實明明老師係準備咗好多 YouTube 片俾佢哋睇。咁個問題就係老師準備咗嘢俾你，但係唔逼你去睇，或者係唔限制住你喺某一個時間、某一個空間入邊去上堂嘅話咧，啲學生幾乎係。被動式亦都可以話係自由式咁樣去選擇做其他嘢，打機啊、睇小説啊，都聽唔少啲家長係咁樣投訴啦。但係呢個老師控制唔到喺屋企。個學生係唔聽嘢嘅。由傳統喺課室上堂轉到網上教學，馬 Sir 話佢起初都好唔適應。我的經驗的話咧，我第一段片是很不習慣的，因為平時上堂自己有觀眾噶嘛，有觀眾對住好多人講嘢噶嘛，但係喺屋企拍 YouTube 片就因為一定要揀夜媽媽嘅時間，因為屋企有人，咁就會靜啲咁拍片啦，跟住就變成好似對住空氣講嘢咁樣。咁有時候我哋上堂咧，好多時候都要睇學生嗰個反應回饋嘅，即係可能你以為你講嗰、那個，即係以中史為例啦，你以為你講嗰個中史故仔好吸引人嘅，咁有時候你要睇嗰間學生嘅反應，啲學生已經。好悶啊個樣嘅話咧，咁你就要停噶嘛。咁你去到冇觀眾冇學生喺你面前嘅時候，你唔知道啲學生聽你呢一段嘢嘅時候嘅反應係點樣。咁你嗰個緩急啊，或者係你應唔應該快啲去下一個重點嘅時候，咁呢啲拿捏咧就好難拿捏。咁一開始唔慣嘅，咁拍下拍下咧就放棄曬呢啲念頭啦，係啦，就當係棟篤笑咁樣就拍曬佢就算。Brian 呢日約咗佢中大嘅同學食飯。話題都是圍繞住早前實習和教書的經歷，同時有住學生和老師身份的他們都對教學有不一樣的體會。他都是教書的，即是中文 education， 他之前在我間中學實習，他也是跟我一樣都是 final year， 然後總之我們就剛剛都是上學期實習，都多嘢問嘅，佢哋都即係如果教的時候是麻煩啲咯，即係我可能就要我本都好啲嘅，本身有 iPad 啦，然之後可以用 Apple Pencil， 可以直接寫下去，然後可以就那個 screen 的玩法就是
佢直接放翻入去嗰個 sharing 嗰度，咁就可以睇得到。我覺得睇科嘅，即係你 AOS 就多 interaction 嘅，但係中文我覺得比較少嘅。即係我哋做嘅時候，好多時都係直接同你講啦。即係我教寫作嘅，咁、啊、教寫作嘅時候，好多時正統嘅課堂就會可能啲，即係你叫啲細路寫大綱啊，然之後你但係你用嗰啲 screen 嗰啲唔得。將心比心啊！如果擺喺你嘅情況，你做學生嘅時候，你會唔會寫？哦，因為佢哋寫作嘅時候，你要叫佢哋即刻做啲嘢，即係做啲堂課啲咁樣。可以咁講嘅，即係你實際課堂上面就即係大家都要參與啦呢、這個。咁大家都要俾，即係佢哋都傾向於用傳統嘅傳統方式嘅、即係寫落紙度。咁我睇就睇得舒服啲，咁佢又做得舒服啲嘅。咁但係如果真係用到 e-learning 嘅話，即係第一有個限制啦，即係你電腦咁樣，咁未必直咁打得咁快，咁寫一定快啲噶嘛。咁可能如果你用即係唔係人都有 Apple Pencil 呢樣嘢啊？都係。你咁高級有嘅，我本人都冇呢樣嘢啊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做嘅時候就比較麻煩啦。咁你打嘅時候你又要去諗啊，去隔離即刻要諗出嚟。咁啊，同埋你寫嘅時候你又要，總之就同平時好唔一樣。都係。但係如果你將反而預備嘅時間長咗嘅，因為我哋諗咗講咩先，然之後先要咩，同埋又少咗啲 interaction， 呢個真嘅。不過啲中學生通常就佢哋而家都係好興，都係就咁 message 咗你。根据学友写的一项调查，本届文凭试考生的压力平均高达 8.1 分，是有调查以来的新高，反映学生因受疫情影响而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。有些学生都挺担心的，因为他们担心的位置就是个程序复杂了很多嘛，即是他们又要入去市场不同了，而我们现在他們昨天出了那個市場的分配，他們告訴我 Even 他們報中西區，但是很多校都是在東區，我不知道是否因為那個考場他散 scatter 那些，即是散落了那些人，這個情況我覺得正常的、即是一向都是你說你選過區，但都不是派回過區的通常都是這個問題。我不知道，因為以前可能可能你港島那邊、你就會比較集中一啲嘅，係我哋嗰場係集中嘅，集中。跟住我哋冇話好遠咁樣。我係葵青嗰邊嘅，即係我揀係新界西嘅，咁跟住咧就係去到好遠嘅，即係都意料之內啦，我覺得。咁當然都關事嘅，或者即係你話咩而家考場要一米距離咁樣，咁我覺得都應該會嘅，即係個市場當然少咗人，咁佢派嘅時候都會有啲唔同，咁呢個係幾正常嘅事。咁反而就係如果你話回應翻個問題，可能話聯絡啊之類咁樣。可能琴日佢哋派喺市場，咁可能我都會睇下佢哋，即係冷氣凍啊，市場啊，睇下著多件衫啊咁啊嗰啲啊，咁然之後又講下，即係話因為有啲嘢咧，即係有啲 technical 嘅問題，可能話收音機嗰啲啊嘛，呢個我未講到，咁但係就係提醒佢，可能話即係遲到噶嘛會，咁遲到或者你搞唔掂，即係去唔到個市場嘅時候，咁有啲咩辦法解決咧？咁其實可以去就近嘅，你同樣考 language。一個應考語言的市場都可以，我就講下呢啲即係比較 practical 嘅嘢俾佢知啦。咁可能都係之前可能你上堂嘅時候就會當我當面講啦，而家當然就係 WhatsApp 訪問啊、IG PM 啊呢一類。咁有冇安排同埋評核中心嘅預防措施方面？考評局會根據各科嘅考生嘅人數、試卷嘅要求。香港機場 going up。罗同学是应届中学文凭试的考生，受疫情影响，康文署辖下的自修室自农历新年起暂停开放，自三月起，罗同学都会来到这间位于葵芳的商业大厦，由教会设立的自修室温书。本身都想着回学校的自修室温书，但是现在停了课，那变成我第二个选择，只能够去政府那个，但政府都没有的话，那我就要即或者自己屋企温书啦，跟住就咁啱俾我见到嗰个私人嘅自修室先可以去。如果唔系，我都继续会喺屋企咯，但系个效率就唔高咯。睇翻其他地区嘅公开试，原定于美国举行七次嘅学术水准测试，目前已经取消咗三场，计划推出线上版嘅学术水准测试，等学生喺屋企都可以考试。英国亦自从3月20号在全国的学校都开始停课，取消本年度在5至6月期间开考的英国会考和高考，改为由校内教师为学生评分。
香港文凭试亦延迟至4月24日开考，取消中文、英文科的考试，考生距离需相隔1米，依照考生应考科目而派发相应数量的口罩，并设立体温监测站及健康申报表。好似都冇乜点做嘢，系啲人讲佢睇一睇先喐一喐咁样，即系我觉得佢一开始嘅防疫措施唔系好足够咯，所以就令啲人更多人染病。其实一开始香港都唔系好，即系好多呢啲病系，但系佢系后知后觉咯。如果佢一开始做好啲，可能会咁好咁，即系好似澳门咁样，可能冇咁冇咁严重，咁可以如常咁样上学嗰啲。即變咗冇咁後果冇咁大咯。原則上，學生咧係要自備口罩，但係政府咧亦都明白到現時口罩供應相對緊張，因此咧我哋係會為每一位嘅考生喺每一個考試日咧提供一個口罩。我一開始睇新聞咧，我都以為佢會派 CSI 俾我哋啦，但係因為其實佢都有講過會喺其他即係其他渠道買嘅，但係我琴日。即係我之前收到口罩啦，跟住都冇去追查佢個類，都好似即係幾好啦，白色都幾厚啊咁樣。跟住琴日就喺連登見到佢話呢啲口罩係喺武漢定唔知湖北過嚟嘅，跟住我就即刻上網查，又真係喎，佢話佢喺武漢嘅港口運過嚟定唔知點啦，總之喺湖北，總之係中國生產啦。跟住我就覺得。咁我戴唔戴好咧？即係雖然啲口罩都好似貌似好乾淨，但係我唔知佢嗰個生產過程係點樣生產出嚟噶嘛，所以我覺得佢好似推我哋去死咁咯。即係我啲好煩嘅，要問嗰啲口罩，我以為你俾咗10個我，令我好似好安心、好開心咁樣啦，但係佢俾咗嘅係令我唔安心嘅口罩。所以我諗緊要唔要戴呢啲口罩去考 DSE， 定係戴翻自己嘅口罩？佢好似又話係 CSI 再加其他，因為佢話 CSI 唔夠牌，但係我係冇見過有人收 CSI， 即係冇朋友係收嘅。冇，可能因為我哋啲區唔同，可能其他區有，我唔知道，我未見過。佢多咗空間係有好少少嘅，但係你入到去考係一回事，但你會有。即係出出入入噶嘛，你考完可能有 break 嗰陣時，啲人都係會聚集埋一齊，因為你要離開嗰個考場噶嘛。咁嗰度嘅時候，咁唔係每個人都會隔入嚟，同埋啲人可能有識嘅人嘅話，你都會討論下頭先啲題目啊咁樣，就變咗其實每個人之間除咗考試嗰段時間，都會有好緊密嘅接觸咯。所以我覺得佢唔單止係考場，可能佢都要其他措施去確保考生嘅安全。我覺得如果你遇到唔識嘅時候，我 WhatsApp 咯，佢哋又俾電話我哋問咯。但係多唔多人問咧？喺實際上，我冇問過。我覺得面對面會好啲咯，因為你可能有時問老師，你唔單止係問可能嗰一條問題，可能你想問多啲其他或者自己 DSE 攞咩 grade 啊，即係可以按翻自己個程度去問咯。即係可能有啲人係 M 星星嘅，有啲人係 M 可能真係合格嘅咁樣。都有不同的方法去拎噶嘛，所以覺得老師面對面講咧會詳盡啲，唔係 WhatsApp 可能打字打幾隻就會錄音嗰啲咯。我會寧願預期咯，因為啱啱都講話，如果 postpone 嘅話，冇咗 oral 嘛。因為我覺得 oral 係好重要，即係佢都算係幾重要咯，即係可能係真係幫你拉到復飛咯，即係一啲。是中等浮游那些，即可能拿二或者三，就可能靠这个 oral 去拉一拉你中文和英文，因为你中英文没有三就入不到 U 的了。所以我觉得 oral 是其中一个可以帮人拉回高的 grade 的一个，所以我觉得预期考会好一点，即虽然是有一点危险，但是我觉得可能自己做多些东西，戴口罩啊，或者不要跟其他人黐那么近，这样都 OK 的。咁都唔係嘅，只不過係咁啱呢一年發生咗啲咁嘅事，即係好似你2003年沙士，其實都係一樣咯。只不過係咁啱2020年發生咗咁多嘅事情咯。咁我覺得我哋算好彩嘅係，我哋 Form 6都算係教曬書啦。雖然前排社運。
運嗰啲嘢，可能停咗一段時間課，但係個進度都有講到嘅。但係我而家停課都可以自己操翻書，因為教曬書。但係 Form Five 嗰啲就即係未教曬書，又好似成年嘅讀過咁樣。佢哋變相佢哋就可能之後嘅暑假嗰啲就會係咁補課咯，即係追翻啲進度。所以我覺得 Form Five 可能會重心輸俾我哋。